这次不你是不要 Let's 贴纸花 go 吧，Let's go UHC 了，是 Let's go 杜宇，太多了。Let's go，你要不要吃的、啊？他有，我有肉哎、哦欸，到了、欸，到洞了、哦，不是到洞了，到 C 了。Oh no！可是我们都没有铁矿哎，我们到这么下面会不会找不到铁啊？应该也是会有啦啦，好吧，啦啦，怪怪的啦，阿弟变这样，阿弟穿着就变了，有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啊，团团，你一直都这样，我的团团是团团变了，哈，我刚刚都没讲话哦，你说我变了？对啊，你平常都一直讲话的，你今天不讲话你就怪的，怪怪的。不是啊，这里面有洞窟没我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回头找那个啊，刚刚的峡谷。可是峡谷我觉得更危险。呀，你这样就是人家说什么要吃卤肉饭不要太油了，吃意大利面不要太咸了。我没有说你们，你们现在这样不好。没有哦，没有吗？冰鸟是谁？找岩浆，快点！啊，什么鸟？什么鸟？他什么鸟？哈？养的哦。什么没有？我刚刚没有这样讲。哈什么鸟？你怪怪的哦，你们还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是上面有岩浆是不是？对，好。刚刚的铁是先做岩浆桶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刚帮你们做盾牌啊，现在还有两个铁啊。吓死我！哎、欸，外面有洞穴，看到了。只是我在想要怎么上去。别推我，别推我，不要推我，我来了，不要来了，哦，你哦，哦，哦，这上面有岩浆哦，岩浆这边挖开就一条路了，哦，我在弄啊，你在弄哦，这哪有洞？你搞铁，你们两个这样子对话，哦，有铁啊，有铁，他说给我铁呐，有铁不是铁呐，铁呐，我的啦，铁呐。我不要啊！有多少铁啊？不知道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，好多！哇！哇！这绝对是红色斧头的威力啊！而且我们刚刚头上就有一个、欸，哎，哇！我们不挖，刚刚头上就有铁矿了。真的，红色斧头赞啊！我又再回去看，哇，一堆铁矿啊！哎呀，再回头看就又五颗，哇哇，十五颗，哇塞！烧铁烧铁，这边也十五颗，没有啦，我这边只有十颗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啊，我没有说谎，是你们怪怪的。有了，我可以把红石矿挖走了。对吼，还有女仆之力。嗯，哦，利用我的女仆之力让团团变强了。哈？我还是曾经的男佣团的哎、欸。哈？那两个那个那个叫执事，你那个叫执事。男仆？哇哇哇哇哇！不一样。你飞怎么了？啊啊！对，刚刚米月不是在盖建筑吗？他大扣鞋，盖到大扣鞋。分个炉子吧，真太急了。来看一下红石矿后面会不会藏矿物。金金石，金金石，睡午觉不是？我刚刚说我睡到下午起来的时候，嗯，到预备去洗，哦，分两个队伍而已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？对，超刺激的。然后呢？结局新桥派跟新，然后大家就是各那个就是都很散，要想办法找到队友。这样也觉得很好玩哎、欸。然后 tape 是看不到，
类似队友，要这样超好玩欸。对，这就是一堆人蹲的蹲着，然后那边慢慢靠近，看到不对就马上跑掉。这好，这还不错欸，这个。哦哦哟，这是一个哈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我要帮你们都先做铁镐呢，还是先做装备给你们穿呢？边界，挖到边界了。哦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石头挖多少惩罚？我有铁镐了，百头八百，八百。那我先穿衣服。你没穿衣服？我先穿衣服，啊、铁胸甲。铁，我刚刚就穿基本衣服啊。哦、对我没有装备，哪像你有那一套装备，多么强啊！对啊，让团团变强了。不是我啦，不是我，你都说变强了，没有。阿比怎么死了？安德达死了、啊？为什么你有铁装了？还是你啊？给你。要我要那个稿子就好。团团。团团真的变强了，有没有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用稿子就好。给你，还是我用过的，没关系啊，喵他用过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有谁会用岩浆桶啊？可以啊，我不会，送你，我不会用岩浆桶。简单啊，教你来来来。哎、欸、我刚才听到岩浆桶的声音，我装，我再装一桶吧。过来，你干嘛啦？吓自己人呢、欸！你刚刚说 Q 出来刚好有那个，哎、欸，钻石！哇哇！今天都给你挖矿好了啦！对啊，要不要？哇！铁镐有了哈！有有有有有有，六颗！哇！我们就差输啊！真的，我赚稿先做了，差输就给附魔了。哎、欸，也不对、哦、你要先做赚稿吗？刚刚村民那边没有看到书柜的，我做了。哎，村民有书柜吗？你们刚看？刚没有看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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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书柜。哎呦，哦哦，哎、欸，对，还是先做衣服吧，肚咬不痛啊。哦哦哦，好痛哦，那肚子怎么快啊？哇，你怎么写成这样变这样啊？肚子太快了。你做个衣服挖吧，矿工穿衣服了。给你啦，给你啦，给你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好好好，矿工穿衣服，送你啦。团团穿过的衣服，所以呢？他为了我把这衣服脱掉给我欸，我在做就有了，在那边哇，团团穿过的衣服，等一下来竞标啊、哦，没有人要啦，可以了，欸，难说，聊天室要的自己举手、哦，就全部都说，其实我比较想要哈基的这样，哎、欸，有听到杜宇声了，我是我是我。對会来，那我是不是也要往另一个方向挖、啊？你们觉得呢？我往那边挖是，就是中心点的地方。哦，你那边是中心点的方向吗？对。哦，那跟着你走好了。那我挖一条往中。哦哟。挖一挖，我这四个工作台到底是想干嘛、啊？天，你为什么刚刚三个变四个了？不知道啊，我觉得是我把你们身上的工作台全部拿过拿到我身上、欸、还是工作台放你身上会无性生殖？这样也太恶了吧！亲生殖，无性生殖。这样有点恶心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哇，你红石矿直接略过哎、欸，红石没有用啊。是啦，可是它不是很多经验值吗？哦，我没有输、啊。虽然说，对啊，虽然说我们没输啦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哇塞，又杜鱼。今天杜鱼太多只的吧？听到了嘴声，有洞穴吗？有，应该是有。我听到声音了。耶、yeah ！我找到洞穴了。
那我去找繁星了，拜拜。好，在哪里？你都抛弃我啊？没事啊？繁星在哪？我有铁钟就好了。你在哪里？都看到你了。嘿，过来过来这里。为什么你那边比较快啊？哎呦，哎呦，附近有人哦。对，所以刚不是你们爆的，不是，来了，没有武器。哎，是个工作台的，帮我做一把剑就好。好，因为我刚刚看到疑似 ID 的东西，而且就离我们超近，在左边，在左边。嗯，哎，来来来。真的要小心哦，附近可真的有人哦。哇，还是团团用过的呢。你们刚没有挖到铁矿之类的？有，我可以先放炉子烧一下。给你了，两个哦，那算了。哎、欸，有黄金哎、欸，隔壁还有先挖了。嗯，好多黄金哦，这样可以做金苹果啦。嗯，这里铁矿也是蛮多的啦，三五颗。这里还有六七八九十，这个洞真的很大哎、欸！哎哎哎哎，我们铁矿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有铁装了，好，真的有个多到爆炸，青金石也不少。嗯，这真的是缺那个哎、欸，甘蔗，缺甘蔗哎、欸，到底为什么我们每次一定都会东缺西缺的，超神奇。就像是有时候带手机出去忘了带充电线，充电器。对啊，然后可能下次记得带充电器之后忘了再那条线。对，然后下次带了那个充电线跟充那个快充之后，发现忘了带手机。啊，忘了带手机，我觉得这个倒是太夸张。嗯、欸，你好奢侈哦，你直接用铁镐哎、欸。啊，不然我铁镐给你。我不是啊，我也有铁镐啊，我都还用石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铁镐给你啊，因为我现在有钻镐啊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也有铁镐，只是我舍不得用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这铁镐给你啦，你为什么要？我已经有铁镐了，你要么就给我钻镐，不管我要给你，你要么给我钻镐，不要，不要，怎样？要怎样？咬我、啊！欸、这怪物声音怎么那么大声啊，我在找，哎、欸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而且超多的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们附近真的有人啊？附近真的有人吗？刚刚不是爆炸声呢？哦，那不是你们引爆的？不是，不是。那我现在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烧铁啊，你们要不要把铁先拿过来给我？先拿过来给我一下。哦呦，我有铁西了，什么声音？我打杜宇，我打杜宇大声了，你就在上面那样子。阿庆，你要不要先给我铁的那个？好，好好好，感谢感谢。还有安德、哦，对，挖到洞了，怎么了？又被打了，冲下来了，冲下来了，我直接挖到个。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自己来哈、欸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，你退，全部来找我，让他来找我，让他来找我，我是不是有生怪砖啊？到你们哪个位置？这僵尸数量有点多哎、欸，不是我在讲，哎、欸，跟我刚挖的一样哎、欸，刚刚那边也通了一个哎、欸，你小心哦、喔，他进你小心是九滴血哦，好好，几多，够吃吗？我们现在黄金应该只哎、欸、可以， okay. 可以，我们可以做两颗金苹果，给他寄吧，就都给他寄啊，对啊，
只是我们之后挖矿挖一挖，看能不能挖多一点金，之后要再上去找苹果，不然我们会没得吃。繁星是身上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来了。我已经想打。你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来了。哎。来，我在烧。嗯，我在烧铁。重要东西先给你们。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干、啊、嘛、啊？最少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、啊。我要给你，我要给你苹果，好不好？我给你金苹果了。我给你金苹果了，好吗？不要放弃希望。我没有放弃，我没放弃。我只是以防万一。好哦，给你。快死了！因为跟狗一打起来吗？给你。